我现在是在处理案件，给你先离开了，好不好？我不在跟你讲话，我是在我们在处理录音，哦，你讲的话我们通通都收下，好，我们在处理。有个人在撤诉啊！有个人在撤诉啊！我现在是在处理案件，给你先离开了，好不好？我不在跟你讲话，我是在我们在处理录音。哦，你讲的话，我们通通都收下。我的电话在哪边？你知道吗？你知道？你自己喝酒醉，把机车停在哪里不知道，来问我们，这样对吗？哦，我在跟你讲话吗？我是在跟你讲，我在做笔录，在录影录音。我花费是吧？你就先回去休息了，好不好？啊，我现在是在问民警，我看有没有在停车。哪里坐？哪里停车机啊？啊。你停车机好吧？啊，你知道我停车啦？我告诉你说，哎，你注意点。你不要跟老公做笔录了。有个人在撤诉啊！有个人在撤诉啊！我也想到你在撤诉呀。不可能交给他，是我个人的财产。机关卡是很重要 的东西啊，放的是钱，怎么可以随便借人家？哎，万一被拿去做诈骗工具，我也有责任啊。小梅啊，那边老胖啊，那边老那边。现场的话是一名男性客人，他在店里面的 ATM 领钱，那疑似卡片哦遭机器没入，因而情绪不稳暴走，那竟然破坏店内的椅子及滋扰其他消费客人，那警方立即到场处理，询问店家及客人均不提出告诉，那警方见消民人情绪不稳哦，依警察职员刑事法之规定哦，待反锁进行保护管束。那建议民众的话哦，可以先保持距离哦，不要与其哦继续正面冲突，那并且马上报警处理。